好啦，唱完一啲惡搞歌之後咧，我哋又有啲咩搞作？係繼續恥笑啦！喺呢度呢個時候咧，要特別呼籲大家要密切留意咧嚟緊嘅惡法推行，因為我哋其實咧即係香港地咧喺呢近呢幾年咧係不停有惡法出爐啊！好似之前我哋先至喺選管會同佢大戰一番。其實我諗咧係即係雖然係幾年前已經開始慢慢有啲惡法入嚟，但係呢幾個月咧佢哋就係不斷咁樣咧。去找啲惡法出嚟，即係一件一件一件都未完，未搞掂，就隨即搞咗第二件出嚟。我哋睇細心啲睇翻咧，點解會喺今年零社會多咁樣多惡法係咁推出嚟呢、一來就因為曾蔭權咧就嚟已經萬無即係時間無多噶啦。二來其實亦都係歸咎於咧上年咧偽政改通過咗之後，於是乎咧成個政府咧就當人民係死曬噶啦，即係好似咧根本就唔使理佢哋噶啦。咁所以。既然是這樣，他們就會心想惡法現在不推出真的更待何時啊、所以你就會發覺這幾年真的不斷來的、那我們剛才呢就唱完一輪的恥笑歌，接下來其實我們是有什麼做的？其實就有一支更厲害的，就等著 CEO 上台唱的。不如給你掌聲。我就要問一下得未得未到時才知道。咦，厲害喎，有埋普架的喎，俾掌聲個 CEO 啦，好嘛？香港人網 CEO 啊，呢支好唔好？用邊支咪啊？呢支啊，好啦，就咁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晚咧，我哋嘅主題咧就係惡搞歌啦。咁頭先第一首《哆啦 A 夢》咧就係惡搞咗啲保皇黨嘅議員啦。咁啊 ，IQ 博士咧就係惡搞咗嗰啲食屎嘅官員啦。食屎啊！系啊，咁第三首歌咧，我要惡搞啲咩人？大家知唔知咧？其實惡搞馬草禮，保皇黨咧，我哋要小心，即係嗰啲抽水啊，嗰啲行為係嘛？但係偽民主派咧，我哋要更加小心喎。冇錯啊，係咪啊？頭先先話今年之所以排山倒海咁俾人係咁剿，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乜嘢啊？偽政改方案咧，上年通過咗啊嘛。係啦，嗰啲偽民主派包括咩黨話？還有一個叫民咩話？係啦，呢啲咧大家要認清楚佢。真係我哋當日咧，佢通過政改方案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發毒誓，話生生世世唔會再投票俾嗰啲偽民主派，係咪啊？係。記住話俾你啲屋企人聽，話俾你親戚朋友聽，真係投白票都唔好投俾嗰啲偽民主派，對唔對？對。好啦，其實我諗單睇咧近排佢哋即係咁多。新聞出咗嚟咧，大家都會怕咗佢哋，好多人都真係即係以往都未咁驚嘅時候，都發覺哇乜原來背後嗰個為人係咁恐怖㗎？係咧，係啊，越睇越清楚，真係咧話人即係相由心生啊！大家覺唔覺得嗰啲偽民主派咧？你睇翻佢十幾年前嗰啲樣咧，你真係好誠懇啊！即係兄姐，我覺得有啲似林青霞嘅，即係十幾年前。係咪你幼小嘅你嘅夢中情人啊？咁又冇，即係十幾廿年前咧。喂，你吊帶吊到嚟呢度喎。係啊，吊帶小記者有冇睇過片？佢嗰、那個呢、這個當年嗰個報新聞嗰條片啊。你細個，你上 YouTube 揾下就得啦。大一個大烏蠅咁樣嘅。好似唔知喺新加坡報乜嘢咧？即係報緊新聞嗰時，帶住個大烏蠅小吊帶咁。你今時今日去邊個電視台都揾唔到嗰啲？呢、這個夏威夷小吊帶裝嗰啲。如果我家下見到，你想去報啊？唔係啊，我家下見到啊，兄姐，如果咁着，我可唔可以揾人審處審審佢？不雅喎，大佬。咁樣就要包膠袋。要投票先啦。要包膠袋先出得街喎，如果係咁啊。咁咧，其實跟住落嚟唱呢首歌咧，個名叫做《民主政棍》。呢首歌咧，我哋當日唱嘅時候咧。人民力量都未成立，係啊，記唔記得戴醫生？係啊，當其時咧，好似十一月到，大約係記唔記得《義海豪情》係邊段日子播噶？舊年年尾係嘛？幾時啊？十月，舊年十月係啦，差唔多啦。台慶之前啫嘛，係喎，台慶之前啊嘛。咁有個網友咧就用咗首《義海豪情》惡搞咗，就愛嚟唱衰嗰班民主政棍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唱過啦。咁今晚咧都攞翻呢一首歌出嚟，好少公開唱，你哋未必識嘅。係啊，但係首歌就好清楚嘅啲信息。咁啊，本來咧阿醫生就話想揾我哋阿主席同我一齊唱嘅。係啦，但係阿主席太過事忙啦。係啦，咁啊，醫生不如你陪一陪我企喺度啦，唱到兩句就唱，即係撞撞我個膽，我冇乜練歌啊，唯一做咩啫？得嘅，俾啲掌聲兩位好唔好啊？同埋今晚仲有高難度就係咧，
我哋唔知個音樂咧開唔開到，個控制員話嗱，到時你唱嘅時候就知得唔得噶啦。我話 fine OK， 如果唔得咪清唱啦，係嘛？呢個《二海豪情》大家都聽過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試試試試個音樂得唔得啦？睇下個天意啦。人民民主政棍虚假得很，暴露真面目叫我激愤，正是犯你是毫无疑问，有心情贱卖公义，过分自私地欺骗我哋，全面怀着私利，情操到现我出卖，民愤皆轻，怎可躲公众责备？民主党老子下跪拱飞，放开人民可不理，为此要以直逼。民主黨喺度，我哋一齊印埋歌詞俾大家再唱，好嘛？係啊係啊，所以我搞歌就係有個咁樣咁重要嘅地方啦，即係喺好多年前開始由嗰啲歡樂今宵嗰啲盧海鵬嗰啲咧，咩幾許風雨嗰啲咧，踎響街邊咩食飯擰轉面嗰啲啊嘛，係啊，又或者數目怪我衰阿嫂嗰啲咁樣嘛。所以你話點可以將惡搞歌係列為刑事咧？這個刑事扼殺咗幾多創作？根本咧就係扼殺言論自由、表達自由啊！冇錯啦，根本呢一樣嘢咧係植根喺我哋香港嘅地道文化裏面嘅。所以如果你要立法去扼殺佢，其實就係立法扼殺地道文化呢樣嘢咧，我哋一定要反抗到底嘅。我知道好似7月23日立法會咧，就會有一個又係嗰啲大家入去可以噏三分鐘嗰啲特別會議咧。哦，咁唔使講啦，唔使預備稿啦，入到去唱三分鐘歌就啱。你咁唱嘅譚耀宗又話你即係唔係講嘢喎？咩唔係講嘢？嗱，我尋日都係表達意見，我唱歌更加係表達意見啦。其實唱歌咧有一度最好嘅地方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將個論述咧好清楚咁樣去表達到出嚟嘛，所以咧我哋唔似得人哋嗰啲咧，即係話冇論述，政黨淨係嗌口號嘅。我哋將我哋嘅論述其中一種嘅表達方式就填曬落啲歌度，係啦。咁啊，鼓勵大家，使唔使阿 CEO 再唱多次啊？好。但係啲盞燈好鬼死殘眼，我睇行光少少係嘛？改善咗啲燈光㗎啦，今日係咪冇咁鬼啊？日日講大話呃鬼人民，民主政棍虛假得很，暴露真面目叫我激憤，懲罰你是毫無疑問。
是自私地欺骗我哋，全面为着私利，情操到要我出卖，民愤皆兴怎可躲公众责备？民主道路前下跪拱飞，放开人民可不理，为只要以直卑鄙的你有钱又恶死，望住一大扎狗党互喷，民主派里中间不分，使用新力量对抗黑暗，民意是无惧抗争。日日讲大话呃鬼人民，民主政棍虚假得很，无露真面目叫我激愤，惩罚你是毫无疑问。我发觉唱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有些人跟住唱了，第一次我都發覺，點解佢好似識識地跟住唱？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嘅，聽兩次就識可以上嚟唱嘅。佢真係人人煲 YouTube 嘅啦。嗱，大家多啲填多啲惡搞歌，喺佢暫時仲未刑事化之前。但當然到佢刑事化之後，你都可以公民抗命，繼續挑戰呢個惡法嘅。係啊，我就一於諗住係咁㗎啦。其實我哋做下做下應該可以咧，遲啲搞個惡搞音樂會喎。絕對可以啊！淨係兩個鐘齋唱又排唱。